委员，那个虽然好像廉政专法又爆出你的那个财产比上次还多。我还是呼吁大家关心我们教育资源分配，五年签一个暂缓是比较重要啊。那事实上，那个绝大部分是我先生的资产。那因为夫妻要合并申报，所以我们每年就依法来据实申报。那么每一年也都是我先生在整理这些资料跟数字啊。事实上，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